每年十月是全美乳癌宣导月，呼吁四十岁以上的妇女务必记得每年要定期接受乳房 X 光 mammogram 检测。早期发现早治疗是挽救生命的唯一途径，希望妇女要爱惜自己，为健康把关。国星癌症协会和亨廷顿医院于十月二十六号将特别为华裔乳癌者和家属在亨廷顿医院举办粉红丝带研讨会，邀请乳房外科沈宝玲医师主讲乳癌面面观，并回答各种的问题。同时亦都邀请肿瘤整合治疗科 Susie Klein 博士主讲乳癌患者结合中西医的自我照顾。大会会预备早点和午餐，并有精美的礼品赠送，名额有限，报名就要快了。查询和报名电话是626-286-1306，邀请对象只限乳癌患者以及一位家属。